有欸，它其实成分跟 Red Bull 都很像啊，牛粪酸啊，就是一样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一样的东西啊。那是、啊、那喝起来怎么样？哇，台湾版 Red Bull 欸，兄弟，只剩最后一罐了、欸，你看，剩一朵，太热销了，卖光欸，你看，连 Red Bull 还有字，有那么多卖不掉，哇，吓！